实我觉得啊，也算是在前期的准备当中，工作当中一定是励志的，有很大的一个功劳的。可以看到这里 ，Nova 在这来了，莱正德，哎，不 legend， 花成员，毕两哥，莱正德，哇、wow, 哦 ，legend legend， 好久 ，no way， maybe 一个 Kana K and 非常不错的，对的，那力量哥也是大战五场，打满，是的。Wow, wow, wow, legend, not scared again. Wow, so many for the player. We play. Oh, legend. No way. No. 你上了边，那等个 AUK 换上了 legend。你开怀这。Okay, like Samuel, come on. 是亚洲之一。他说的这个常用场 ，legend， 其实跟他不太相像。反正说要哇哦哇哦，常用的话只有冰激凌可以的。他有时候也会用三枪啊，但是还是偏矿工偏多一些。对，他的常用卡牌应该有一张矿工。对，三枪可以弹气，可以换成矿工，是这样比较符合个人的一个特色。APM 四百是吧 ？APM 四百，亚银。原米线还有当地缪啊，在上上周天神下凡的男人，I think 啊，看来 well， 真 play today， 真 play。赛季的话，他的卡组，然后他的失误都 maybe next week， next week。OK， line Shariel， come on。他还要说，还要说，他说受了 legend， 就还要说一共要受五只，像我们猜猜猜。之前多少钱 ？X X 好吧。Jo Jin Jo 第八周冠军啊，代价在这一次赛这个赛季啊六胜六。这里50%的一个胜率啊，但是亚英的话确实还是 W 一的一个中流砥柱了啊，每一场也是要上场的。比如他今天不管怎么样都会打破这个50%胜率，是的。希望他是能往好的方面发展。还是亚英。还是让他打一v一会好一些，所以没有让他去打一个二v二。亚英综合分数53分啊，没有到100分的及格线60分。但其实这个秋季赛打来啊，能过60分的选手也并不是特别的多。因为他这个赛季，But good thing you guys and 好用海一套自己瞧这一边的进攻呢，而且用皮卡矿工这种偏防御的单位多一些的话，所以说他的进攻可能会弱一些。对的。现场有很多的观众啊，OK， 知道 Legend。Legend。亚洲给翻掉了，这里把亚英的迫击炮给翻掉，在昨天的对局也是把亚英的迫击炮给翻掉。对，先 draw click click， 可能是觉得亚英这个迫击炮玩的非常不错。What click？ 昨天是 Snake 战队翻掉了亚英的这个迫击炮，今天是。昨晚在那参加了亚运迫击炮，要给这张牌啊一个尊重。Look at this gamer, yes. Where's Ali? I don't know. 在没有迫击炮的情况下，可能大概率是什么胖子皮卡这种平推流会多一些。Savio Tali, okay, but he. 那也不搬第五神了。This season CRL, we. Tali, turn to play. 但防希拉的像王。Because 什么的都不太。Nova team so many.So many ball player. 的登场率是直线上涨，是的。我们看一下莱真的会不会上 ？OK， 莱真三枪呢 ？Gas， 哦，幽灵骑手，很像三枪。He's play a three musketeer maybe. 里面也有幽灵。Firstly game OK， 更像了 ，Easy， 相似度加10%，是的。Gas， 那亚英这里 ，Wow， he plays three musketeer。卡电吧 ，This main deck。幽灵砍，补一下。Poison。毒药浇掉以后，莱真的做一波采集器吗 ？What？ 还选择滚一下，可能没有摸到采集器吗？现在四张牌全部过完啊。坐到这个位置，看一下怎么抓矿工吧。Good pump。Zion Megan。Lumber。给压力。带下幽灵。Lumber。这里是没有带矿工的。Zappy Zap a lock。好像是带了三把矿工的。但是电车解不了 ，nice。那这波电车，哇，还要 ，nice， 这波电车还要 ，nice， 跟一波工程锤，怎么解亚音 ？ram， 这里电法，电法还比较给力，再加一波滚墨，但这波两个黄毛摸塔了，幽灵还要解，
easy，easy。是的。Freeze，freeze。拿兵人拉一下都可以的。Okay，I see，I see golem coming。拿兵人拉吧，这个关系。哦，那乔夫党啊，那这个还要Next。其实挺亏的，这个乔夫党。就 Legend 好像又做残疾了。我很疼。接住我，给兵之害。Đó là cái phong cách đánh của như vậy. Rất chậm rãi, vẫn từ từ mà bập mình thôi. The last guy is Zap, maybe Hunter. Zap, Zap. Quá lót, Ram.Freeze. 还可以，因为这波幽灵把两枪给砍掉了。Snappy, ooh, 守不住了呀，左边。Lumber, 哇，这个单枪啊，确实给到很好的一个伤害。是的，而且这个药、nice. 它没有很好的办法解掉这个电车还有这个三枪。嗯。那这里胖子的话还是带一手火球会好一些的。He knows not. 只要他其实只要分枪就可以了，这波功能锤再分一波枪都可以。拿乔夫防也是可以的，乔夫电车，赶紧打不进来啊！这波毒药还毒歪了。嗯，电车这个防守能力还是相当强的。是的，虽然电车在这个版本它的锁定目标的时间变长了，但是的话，防御能力还是。Okay, first boy。你只要下的提前位置提前一点，对。啊，谁说东马没有锁定区呢？今天来了还是非常非常多的。男粉丝比较多，男粉丝啊，女粉丝都在亚音那里。Legend OP, thực ra là thường quý Z này đánh không hay và không nghĩ là mình nghĩ không nghĩ là poison cho một con giáp pi rất là buồn cười, không nghĩ là poison cho một con giáp pi. Thông thường lấy ra gần thì họ sẽ từng từ từ còn đẩy thôi, nhưng mà không ai lại đi poison cho một cái poison cho hai con giáp pi, đó là một cái rất buồn cười, không nghĩ là như vậy. Alaban? No, never, never. CR 的一个麦克。嗯。看到刚才比赛有点灵感。Hello guys, hello. 一套 Legend 的赛场来。比较先进，比较前卫。在亚运会中 ，Legend 也是用的这一套。对。哎，但是被对方的天狗给打懵了，因为对方天狗是带火球的，你只要过一波残气，我气球直接朝头顶一下。对。那这里就直接一波火球把电车给解掉。看一下这里，亚音会不会吸取这个看了亚运会没有？啊，如果看了亚运会的话，上一首《天狗》。对。Little Chen, he doesn't play today. 天狗火球嘛，但是亚音把天狗打的真的很少，没怎么看到过。Hello bro. Most me no. Not now. Ok, nó không hiểu gì. Ok, đây rồi. Hot Rider. One is. Gang. Đấy này là đích chưa? Tesla baby. Mini Becca. Đây Yang Ying 还是头铁，还是那么胖胖子吗？只换上了火球。可能。还是刚才那一套。对，这波没有皮卡了，看一下 Legend 还有什么卡啊？小蝙蝠。野猪换路，哇！这波小蝙蝠 ，One Zap， 这好难解啊 ！Freeze， 这波小电加掉以后团火解不了呀，这波团火直接可以把胖子吃掉，哇 ！Legend 还很贪啊，哦 ，The Lag， 他想防两路，看一下这里，这边 ，Ooh， nice defense， 哇，拉的没问题啊。Legend 这个细节处理还是非常不错的。Ooh, nice defense。小皮卡摸不到，不过后面的头毛手要打到下。亚音这里处理这个野猪很难解，
他电法解的话，会被这个野猪拍到一两下。像有三号那慢有劲，有两下吗？看一下，好吧，下，而且电法下的还算及时。我真的看了一次，叫来就不带你的来呀啦，哎嘞。这个 Legend 这里带了一手小皮卡，这个胖子不是很好飞进来。你们刚才在那里提供牌，Legend 那瓜子是啥？还剩三张牌啊。对，Legend 那瓜子是啥？就那一路的话，野猪又要换路。那这王子加胖子，看一下能不能推进去吧。我还有个游侠，就先别砸吧，就先下王子吧。对，再找机会来砸一下这个游侠。还是带着毒药。哦，没事，阿杰。这个游侠在这边穿的很爽。是的。但是你即便把我毒掉了，我还是完成了自己的实力。罗宾杠，我再拉一下，杆这里垫掉以后，哇哇哇哇，再上一波野猪，这里只能踩电法，电法踩掉以后，还是要被野猪摸到一下。Easy， 那就慢慢来。那个仔，这那个仔，先要过，人家没出过嘛。两下，哦，哇你 ，Easy。但刚才明显的情绪上露出了极大的表情啊。Legend 这里的游侠不应该下在这一路，我觉得下另一路会好一些。那这里的话，就两个就都是不要了，三个都是不要。那这波机会给到了亚英，看能不能推进去。但是胖子双胖，双胖王子，王子躲起来，躲起来，哦，被他被拉走了。王子虽然躲起来，但是被敌人拉走了。是，这胖子还是能打出不错的效果。王子二号，王子二号来了，被滚木滚一下，这小电很快，但是哎，右边戳到一下，左右卖个贫血，来自这里。这里桥头机甲想完了完了，野猪但是哦，野猪又敲到一下，这把这个电法真的是多的，野猪也解不掉，不说还明天不干。亚英这里他的 MVP 找时机下了，他这不能乱下了，这里要被穿到了。Keep up keep up， 明天不干。求稳，好好好 ，Rider， 这胖子不能再沉底下了，如果再沉底下，接下来要穿塔了。哎，这小皮卡太猛了。是的，那亚英这里要被带走了呀，这里皮卡又一刀，电法给秒掉，然后也 easy 啊，这个真的，电法难兄难弟啊。我看到 Legend 也是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哎，今天确实打了很出色，看来还是有教练在场给他一些卡组的布置。确实就看了这场比赛，然后现场当然也有非常多的掌声，对吧？这个应该是包括核心粉丝啊，非常非常的开心。哎，还有灯牌，这男粉举灯牌我们还是比较少见的，对啊，这也确实看出来，是的，东啊今天的粉丝啊都是来为他们加油打气，也是要帽子老师去发展一波。OK， the first time， 帽子老师。